对，自己心里边定不下来，说到底我们跑的跑少了吧，他就怕这会来不及，怕焦虑。那宁可这样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做多一步，少点钱。啊，事多。没事，我说弟弟，我家弟弟有点肉，哪肉了都？哎，挺好的，帮我看一下。这个其实没有火。